此刻不明来历，如何物归原主呢？啊，姑且暂时存下，待明早向船家打听，说不定可寻回失主呀。啊，连日水路颠簸，有些疲累，不若倚坐船头休息一回呀。似有人声啵，哦，杜姑娘是你呀，莫非你？Ah.
寻玉燕，十娘汤含冤
长梦啊。随梦